你没有兴趣跟你班长 PK 一下？来啊！同样的重量，两分钟时间，看谁频率最高，好吧？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 加油！加油！八！班长加油！七！六！六！五！四！三！二！一！停！好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85。 既然来到了军营，还是得有一些拿出一些精神出来，不能只光说不练吧。今天早上体能训练啊，到死结束。看情况，状态都不错，每个人都能投身到里边。啊，咱先服，出列。我上衣脱下来，看这身材是吧？拧一下。 如烈，我背你上去吧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班长们，这没事这没事，我能走我能走，我真能走。我能走，走慢点就行。行。现在有点四肢有点发麻。等一下啊。 上上上，漱漱口。今天也是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，就是手脚不停的在抖，然后冰冰凉，但是不停的冒汗的感觉，太可怕了。我去给你拿点药去啊，别急。 就热盐水喝了，我缓过来了，刚来太远了，你吃点。叶班长，贾尼夫是一个性格特别能忍的人。能忍方能成大事，我真是这么觉得。